陈真，这个刘公子对你也是一番心意，要不咱们就……陈真。 公子想要喝酒，小女子也喝了。既然公子没有兴趣听曲，小女子先行告退了。真真，真真，哎，哎，真真，真真，哎呀，兰姨，这可过分了！哎呀，公子息怒，公子息怒，这真真姑娘吧，是都督府高大人看上的姑娘。 他也花了不少银子了，那我这总得担当着的也不是？高建雄，哦，我出一倍。哎，哎，公子，公子，哎呀，东西呢？这可是秘制的麝香，把它放进香炉里。
那说房长也真是，整形师叔叔是多念都没开口说过话，这大哥咋又笨是？他也不可能让他说开口都开口啊。我觉得这事儿吧，志奇肯定是没戏了。我也想看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功夫比他还厉害的人，跟他学上几招，实在不行，我就强迫他。你想学功夫啊？ 学功夫，在我们少林三界，少林三界，哎，嘿，嘿，大哥，像我这样，哎，扎马步，扎十年，绝对没问题。哈，你，哎，你这哪种啊？十年太久了，就是啊。这趁大哥咬的是速成之法。趁大哥，我来教你。 师父曾经教过俺一招：猛虎下山，扎稳马步，双膝跪地，五招伏底。 感觉啊！呀！啊！佟林，我只有三天了。 我只有三天了，大哥，我错了。程师叔早啊！师傅，进屋吧。 在身体里，好像有劲儿要生出来一样。这就对了。正行那块进展怎么样了？师傅，你觉得我得用武功点化正行师伯？<笑>就你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还用武功点拨正行？哎，我说的是认真的。师傅，你知道吗？ 我觉得，镇行师伯的心结就在于武功。昨天，我又看见他在月光下练功。然后呢？方丈大师在边上看着，可严肃了。正行大师就一个人在菜地里边打呀，后来还哭了。 您说，他有没有可能是正行师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方丈大师惩罚他，所以给他戴上那些链子？这世上这么多人，有哪个人是别人把链子给他套上去的？你的意思是？
那链子是他自己戴上的，他有病啊。哎，你先别激动啊，你一激动这脉络会乱。郑兴不是一般人啊，他是少林武学的奇才，16岁就进了大魔院，成为了18铜人之一，厉害的紧呢。师父，少林18铜人是不是咱少林寺里功夫最高的18人呢？他要是在少林寺里都能排上前18名，他干嘛要去种菜呀？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他到底为什么想不通呢？啊，他为什么就是不肯说话呢？想套我话啊？贫僧偏不告诉你，自己去悟，机缘没到，机缘到了，你什么都知道。别动，激动这你要是不愿意收我做徒弟，你就直说好不好？什么都机缘，就只有3天了。师父，我是真心的。嗯，我真的想进少林。救你了！救我什么呀？学武功吗？等着啊！这本书看过吗？以前看过。用心看过没有？往哪儿坐呢？这世间万物，包括武功，都在你的身体里边，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把它挖掘出来。你有吗？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郑琴呢？他下地了。咱不学了，在这学不到武功的。天下武功出少林，我在少林才学不到武功，我上哪儿去学啊？少林寺武艺最高强的少林18铜人。都被明德大军给铲除了。你告诉我，你在这儿还能学到什么？这是我在登封县儒学训导李先生那儿花了50两银子借出来的仙指。庚戌年8月初3，因少林豢养僧兵私藏兵器，有谋反大逆之余，首府严嵩遂遣吏部侍郎明德领大军包围少林，将达摩院18铜人及众武僧悉数遣送返乡。让他们别送了，走吧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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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除正面外，仍有一人下落。18铜人，仅遣16人。
问道：十八铜人中有正念、正音、正行，会不会就是那个下落不明的十八铜人？就是因为他临阵脱逃，陷少林于大火，所以他才自受责罚。我知道我该怎么让他开口了。吉祥法，这些事情一定是他的一个心结，我要激怒他，让他发疯，让他失去控制。只要他失去控制了，他就会开口了。正行可是十八铜人之一啊，你要是激怒他，你甭管了。二哥，你先上吧，趁着天还没黑，走吧。别担心我，没关系。你要保重。身上的铁链子是方丈大师给你捆上的吧？少林寺十年前场劫难是你惹起来的吧？哎呀，可以呀，当年还惹过这么大的事儿呢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说你啊，惹是生非就算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是被官军包围了少林寺吗？打呀！少林十八铜人结成阵，再加上七十二般绝技，少林寺怕谁呀？谁来了，不把他们打出山门去？你说你为什么就那么胆小呢？让别的师兄弟们因为你的临阵脱逃，遭受了牢狱之灾。你以为你修的闭口禅，从此不说话，你做那些丑事就没人知道了？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做过的事情，天知地知，县志上少林十八铜人除正念之外，遣返一十六人，仅余一人下落不明，是你吧？正行是吧？当年怎么回事啊？给我讲讲。当年官兵围寺，大场面吧？大雄宝殿门口围满了官军，少林武僧个个义愤填膺，不知道谁惹的祸事，惹来了少林清净地进来那么多的官军。这个时候，当院十八铜人结成阵，一致对外。忽然，他们发现少了一个人，因为少了这个人，他们就被官军给打败了。哎，当时你躲在寺里的哪个角落？你有没有亲眼看见当时发生的一切？你有没有亲眼看见你十六个师兄弟被明德他们带着人
打得屁滚尿流，满脸是血。你当时什么心情？说说。啊？正行，大乌龟。胡山，陈大哥，怎么了？方丈胡人打起来了。方丈，方丈，
难道真正能使一个人开口的，不是仇恨，是放下？还有两天时间了，抓紧吧。昨天晚上，对不住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个灾星，在家害死全家，在少林就祸害少林。我去死了，你好好活着，馒头在桌上。该吃吃，别太难为自己了。什么呢，小琴？啊，给珍珍姐去洗衣服。真是辛苦你了，忙了一天，也该歇会儿了。没事的，云香姐。小蕊，还不快帮帮人家？好的，拿过来吧，小琴。不用，拿过来，拿过来吧。要不你帮云香姐去买个胭脂？还不快去？哦，好的。香姐，等一会儿，你们把它涂在上面。哎，他不是人见人爱吗？那我们就帮帮他，给他个洞房花烛夜。你说什么？不见了。嗯，有个招让安东去菜园里招，没招住。景哥还是没人影。那叔，你说陈大哥能去哪儿啊？东泉啊。嗯。第几天了？已经是第九天了。估计是没法子了。又在少林寺里惹了这么多祸，自己也没脸待下去了。走了好，省得我回头撵他。别跟着我看这药，回头熬干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不中，我去找程大哥。哎，干生呢？同志，兄弟，那干啥呀？放开我！还没到第四天。是啊，兄弟，明天陈大哥回来了，不要着急。哎呀，药快糊了。哎呦！兰姨，珍珍姑娘来了。好，好，好。珍珍姑娘，小生前日多有冒犯，还望姑娘恕罪，恕罪。公子言重。珍珍姑娘，小生才疏学浅，不知风雅，所以特意前来听取姑娘唱曲儿，希望受一下熏陶。岂知这回去之后啊，三日不觉肉味儿。今天特意前来，姑娘放心，小生此次绝不碰姑娘一根头发。请吧。放。请放。
意让我为你准备的上好的沉香。明日才是大限之日，不是今日。文道，起来。起来。文道，起来。给我起来！别拽我！起来，去少林！别拽我！我祸害了那么多人了，我不想再害人了。二哥，我觉得我该放下了。放下！陈文道，我为了你连家都被抄了，你跟我说放下，是谁信誓旦旦跟我说要去少林，要去学武功，要去救真真，还要报仇？为什么不去？去啊，让正行开口啊！文道，你给我看清楚，连冯毅这种小人之书都看了，我成天陪人喝酒，就是为了帮你道出少林的秘密。我可是个读书人呢，我竟然干出如此钻营的勾当。大都兰，你跟我说要放下，二哥，我不想再听了。不想听，程文道，你不想听，给我听好了，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出卖了读书人的良知换来的消息。少林寺蒙受的劫难，罪魁祸首不是别人，就是你们少林寺的大方丈正念。别胡说，方丈大师不是这样的人。当年
明德大军压境，就是他，就是正念，下令武僧不许反抗，才导致十八铜人全部失踪，至今杳无音讯。别再说了，我不信。我胡说，你不信自己去查呀。那后来呢？就多了一个带着枷锁的哑巴和尚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们的心结在哪儿了。